第一节，己按睛明穴。睛明穴属足太阳膀胱经，位于内眼角上方内侧凹陷处。用拇指和食指挤按鼻根部两侧，先向下按，再向上挤，以每秒一次的频率挤按30次，有治疗目赤肿痛、目眩、近视等功效。第二节，按揉攒竹穴。攒竹穴归属足太阳膀胱经，位于眉毛内侧边缘凹陷处，以每秒一次的频率，用食指指腹按揉攒竹穴30次，有清热明目、祛风通络、缓解眼睛充血的作用。第三节，点按四白穴。四白穴属足阳明胃经，正是前方瞳孔直下，位于下眼眶凹陷处，以每秒一次的频率，用食指指腹按揉四白穴30次，有清肝明目、缓解治疗近视、斜视等功效的同时，还有促进小肠吸收、帮助消化的作用。第四节，按揉丝竹空穴。丝竹空穴属手少阳三焦经穴，位于眉梢凹陷处，用食指指腹以每秒一次的频率按揉丝竹空穴30次，能有效治疗头痛目眩、放松眼睛、保护视力等。按摩以上穴位能有效促进眼部血液流动，缓解眼睛疲劳。